它一旦形成了断口，没有形成二次的风化的情况下，新断口建议大家碰都不要碰。那是不是新断口一定不能玩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。今天呢没有出去收料子啊，那么近期呢有很多粉丝问我什么是断口料，刚好今天有时间给大家讲讲。顾名思义啊，就是翡翠岩石它断裂掉了，不完整啊。那么断口分为几种呢？老断口跟新断口。那老断口呢，比如说这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呢它是一个废卡的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它这边很明白对吧，就是一个断口处，但是它这边的皮壳跟它这边断口处的皮壳你看一下，大致是不相差的。那老断口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是它在玉化的过程中还没有出来啊，就是说在玉化的过程中呢，来自于大自然压力的释放，或者说地震泥石流，让它在埋在地底下的时候就形成了断裂，然后长时间的玉化呢又形成了二次的风化皮壳，这个就叫老断口。那什么是新断口呢？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一个凹口对吧，其实我们也称它为小断口了啊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皮壳跟这个位置是明显不一样的，那我们很清楚它这里没有二次风化皮壳。那没有二次风化皮壳它是什么断口？新断口。那新断口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它有大裂，然后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搬运的过程中啊，不小心掉地上对吧，它都有可能让它断裂掉。那有人问我啊，那这个断口它能不能玩？当然可以玩啊。为什么呢？从性价比的角度去讲吧，因为一个原石它不完整，它有断口或者说有凹口呢，品相不好，基本上啊会打折扣。是不是每一块断口它都可以玩呢？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块老断口废卡的。那这块废卡的老断口呢，我已经开窗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通过自然光去看，那底色非常的好对吧，也非常干净啊，而且它这个飘花飘的这绿花也是非常的阳。我们压灯看一下，压灯去看呢也没有看到什么棉絮。像这种料子啊，应用这个飘花啊雕刻出来的牌子啊，或者说手把件啊，都是非常有意境的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一块呢是一个新断口对吧，这个呢是已经切了一刀了。来我们看一下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眼是裂比较多啊的。那这个断口呢，这个新断口它切开肿一般啊，然后呢又是大白肉，压灯来看一下又能够看到棉絮对吧，这是不是代表老断口就一定可以玩，新断口就一定不能玩呢？不是这样的啊，还是要根据长口的，长口不一样玩法就不一样的。首先呢要分长口，我们都知道那断口料呢木蜡跟废卡的比较多，那比如说这块废卡的对吧，那压灯呢它跟这个没有断的位置呢是差不多的，那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是就可以玩的，而且它有断口，价格呢相比较来说还会更便宜。那新断口是不是一定不能玩呢？比如说它是一块废卡的啊，它是废卡的新断口，那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离地面是非常的近的，那形成的裂变是非常的多，它一旦形成了断口，没有形成二次的风化的情况下，新断口建议大家碰都不要碰。当然我讲的不能说是100%都这样的啊，讲的只是一个大多数概率事件。那是不是新断口一定不能玩呢？我刚刚说过了，一定要分长口来结合。这块料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这里一个小断口对吧，这个料子呢它是一个木蜡长口的，那皮壳呢除了断口处之外别的地方都非常老，接近于包浆皮啊。我们通过压灯可以看到这里对吧，有很淡的皴，能看到啊，然后这边呢带点淡淡的底色，很淡，但是它这一片啊，我们压灯看一下，有飘花对吧，而且这一片的皮壳非常老，但是呢它这里的断口是一个新断口，那会不会它里面裂很多啊，怎么怎么样的。那它这个位置有淡皴，它这边有飘花，但是它皮壳很老，实形很板正肿老，那它外面有这么一点点，因为它断口处不深嘛对吧，这个位置就已经能够看到皴了，一刀切进去里面它是有机会发的更好，春色发得更浓。所以说新断口到底能不能玩，
我们一定要结合它的敞口以及它的皮壳压灯表现走老走嫩去判断它。但如果说这块料子没有这个断口，我们去买它可能说万八千啊，对吧？那如果说它有这个断口，同样的这种表现可能只要三五千五六千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断口料是可以玩的，但是一定要结合很多个点以及敞口皮壳。那断口料到底能不能玩？当然可以玩啊，因为断口料呢它可以直接看到预肉，对不对？那相比较性价比的价格呢也是要比正常的情况下要低，当然价格低了啊，我们也都知道风险就伴随越来越高。为什么？因为断口料呢它的裂会可能风险会更大，知道吧？但是它的预肉风险我们是很清楚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预肉底色种水。但是老断口啊，它的裂裂多不多呢？它的裂裂跟平时玩的正常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实心丑。那其实像这样的料子呢，可能去玩收藏的人啊就不太适合，不太喜欢嘛，因为实心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那收藏呢，可能是收藏一些实心完整啊、种水好啊，类似于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。有喜欢刀哥的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